红和红夫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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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赛完毕啦！好嘢，好嘢！次次击球都系三只出局，根本就唔系打博嘅材料，就算点样努力都冇用噶啦！大雄真系可怜啦！爸爸，我想同你讲下大雄啊！我见大雄呢排成个人唔同晒，成日闷闷不乐咁啊！无论系功课定系运动，想要有表现，首先就要有精神力。有啦！吓，去学剑道？冇错啊！爸爸觉得如果大雄想要提升自己嘅精神力嘅话，最好系学剑道。嗯，系呀，可能连静香都对你改观啦。我都赞成大雄你去学啊！听日就去拜师学剑道啦。嗯，既然系咁，学就学啦。老实讲啊，如果讲质素嘅话咧，或者学习态度，诶，算啦，总之你肯努力，实有成果嘅。哎呀，都个都系咁样噶啦，学咗一日就已经冇兴趣啦。早知唔学好过啦，学完之后心情仲差咗啲添。啊！救命啊！啊！真的走了，没事了，不用怕，只狗走了。哎呀，好彩没事啊。原来你叫做红夫啊？我的名字叫做大红啊。啊，你的名字听起来好有哥哥的感觉。听到我难为情添啊。哥哥啊，你好犀利啊，这么大只狗你都可以赶走它啊。啊，你又不用这样赞我的，因为我话晒都学过剑道啊嘛。原来是这样，但是我由幼稚园就咩都包尾，个个话我长成都虾我，所以我要成为强者。放心啦，不放弃的就一定会有翻身的一日的，你一定做到强者的红夫。我住呢度噶，系啦，大雄哥哥啊，听日可唔可以见你啊？嗯，咁听日见啦。嗯，仲有啊，其实我一直都好想有一个哥哥噶。系咁，听日见啦。妈妈，我知啊，我已经多咗个哥哥啦。吓，原来佢系咩叫红夫啊？今日你唔想去学剑道咩？今日到场休息啊！系啦，哥哥啊，你识唔识得蒙面杰卡？梗系识啦！哇，犀利啊！我好想见下佢啊！吓啊！我识佢系边个，但系唔表示我真系识得佢噶嘛。所以红夫啊，我你度做乜嘢？哆啦 A 梦啊！嘘，系咁样嘅，系咁，你同佢握过手未啊？啊，咁我我梗系试过啦，真系嘅。哎呀呀，佢又是喺度认叻啦，十足大哥哥咁啊！带我去见佢哟！啊，系老师啊！啊，有啦，一于搵佢帮手啦。暂停计时器，整停咗时间。动物变身饼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好快会帮你回复原状噶啦。开始。啊！系蒙面杰卡啊！哎呀！啊，大雄啊，你点样啊？做晒功课未啊？啊，做功课未？即系你同我握手啊！握手？啊！你同我握手啊！哎呀，
终于都搞定了。既然我可以和妈咪只坑握到手，即我以后都会好像哥哥咁叻啦。你讲得冇错啊。诶，听唔听到啊，伯父？听到，系第二个三镇王嚟啊嘛。我嘅大雄哥哥唔系三镇王嚟噶。我系咁，将呢位大雄哥哥拎啲本事出嚟睇下啦。哎呀，要想个办法先得啦。大雄加油啊！大雄，我嚟噶啦吓。要打个全垒打。系红牛咧。红牛两个。大雄，系最后一球啦。哎呀！大雄，你一定要激起斗志啊！啊，有啦。停止。超热斗志辣椒。呢一件法宝咧，大雄啊！用佢激起你嘅斗志啦！好啦，咁样就掂啦。开始。世界真的有奇迹的，真的好啦，我不可以令到红夫佢感到失望的。大雄啊，是这样的啊，哎呀，只辣椒应该留在厨房里面。大雄啊，有人找你啊，来啦。吓，乜你要搬屋啊？我怕去到新的幼稚园，又会被啲同学虾啦。哥哥，俾我留在你屋企做你细佬啊！你做我只嘅哥哥啊！啊，但系咁喎，红夫啊，呢样嘢系冇可能噶。但系，对唔住啊，红夫。红夫，红夫，系点啊，红夫？原来就是这个细路啦，你都好大胆喎，竟然虾我只狗波子啊！我咁咩事啊？系你嗰只狗。你系咪都学过剑道噶？系咁，你就同我斗过啦。吓、你话斗过？你唔系想退缩系嘛？啊，我又点会退缩先得噶？好啦，算你有志气啊！哎呀，大件事啦，要你千叶斗志辣椒帮佢至得啊！哎呀！系咁嚟啦！啊，小心啊，大雄哥哥！啊，妈妈，我头先嗰只辣椒咧？哦，我见得一只，咪放埋一齐咯。哎呀，咁我点知道边只先至系超热斗志辣椒啊？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唔系啊！哎呀，唔系啊，唔系啊，哎呀，好难，啊，好难啊，啊，好难，好难，好难啦！点样啊？投降未啊？向我只狗道歉嘅话，我就放过你啦。由头到尾，根本系你纵容你只狗啫嘛！你话咩话？哥哥啊！不是这个，我不会这么容易放弃的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好了，那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大雄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吗？对不住，红夫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强者来的。大雄哥哥，你好犀利啊！你嘅勇气仲犀利过扎卡啊！大雄哥哥，
以后就算面对咩困难，我都唔会怕噶啦。嗯，红夫啊，我都会永远记住你噶。哇，系上次全女打个波啊！红夫走啦，嚟啦，我哋再见啦，红夫。再见啊！再见啦，哥哥。红夫，你记住要勇敢啲啊！辣椒做手术，多谢你先啊！再见啦，红夫，辣椒哥哥。又系辣椒。